各位姐姐好，家里好，北唱啊。重行你家，然后我们的哪吒坛，当然就是我们的主位的地方啦。对，那还有很非常非常熟悉，这个北天上开府嘛哈，是不是？啊，谢谢。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那边，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是的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的嘉敏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啊？很好啊。很好啊。又是大 MRT 来啊。是，哎呦，大 MRT 来很辛苦呢。还行。今天还有巴士到吗？哇！那你是看手机的 app 啊？嘿，是，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很厉害哦。对，哇，所以你一直大到马来西亚去哈？到马来西亚还是到关口就会有？关口就会有自己开车啦。对，就我来接送。啊，谁来接送？你们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从 JB 驾你的 JB 的车过来新加坡？我不能驾 JB 的车啊。啊，你没有？我是新加坡。为什么不能驾？所以要驾新加坡的车。那你就所以你要租一辆给我吗？我租一辆给你吗？我可以介绍你啦，你可以去啊签那个 Grab 啦哈。Grab 哈。啊，你去签那个 Grab， 然后你又可以租车，又可以拥有车啦。好，这样子我还要载人这样。还要出去哦，所以呢，这个金帕饼啦，金库拉的哈，现在呢是今年是你第一次的母亲节的庆祝吗？不是吧，我们第二次啊，第二年了哈，第二年啊。收发你的宝宝给你最好的这个礼物是什么？越来越乖，阿弥陀佛。越来越乖嘛，哎呦，真的是幸福好妈妈。那你自己呢？送给自己妈妈的礼物是什么？要越来越疼我的孩子。什么？越来越疼我的孩子？啊，你是说你妈妈要越来越疼她的孙子？哦，你是说我妈妈？我问你说，我要给我自己，我当然是要越来越孝顺我妈妈，希望她都身体健康啊。会的，会健康的啊，照顾你，照顾她的孙，那就健康了。是，开心心。这个也要送给很多我们的安哥、安弟、阿公、阿妈。多的一些好歌，那我们的这个嘉敏会唱的歌也是很多了啊，你会唱的歌也是蛮多的，对不对？今天配合到这么强大的一般大乐队，也要好好的安排很多的好歌送给大家。对，有没有唱那个阿妹阿妹的歌？我 Go Go Go， 阿妹阿妹阿妹，奇迹的阿妹，我就想，好，那你就唱你自己想要唱的歌了，好。那第一首安排这首怀旧轻松的老歌，安排这首《风雨恋》。哦，哎，哎呦，就是一首不一样的歌哦，哦，每次都有唱新一样的歌。
面轻松的这首怀旧的老歌献给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鼓励掌声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大哥大姐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。那我。